帅的姿势哈，来握着这个曙光列车的这个车头标志，来，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一下好不好？来祝福这两个在不仅是友谊长存，而且呢永远的日日营业整日日整赏。好，谢谢，我们谢谢台上两位贵宾，并且回到台下就坐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那么大家应该有发现，我们这次车站的整修工程呢是包括。